现在啊，我在龙山寺。那龙山寺呢，是外国人来台湾旅游必来的一个景点。但是你们知道吗？龙山寺旁边就有一个超大的夜市哦，是四个夜市聚集而成的大聚落夜市哦。那我推广台湾第九年了，可是发现没有在影片上面好好带大家逛过这个地方。所以今天三讲我就带大家来逛夜市，让大家体验台湾特色、台湾的夜市文化。我们走吧。马上就来到了艋舺夜市，你们敢相信吗？这边它从清代就在万华区这边哦，它旁边又有剥皮寮历史街区这种古迹。老板，我要一个芝麻地瓜球，谢谢，好香哦。我要一个地瓜球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台湾传统甜点的地瓜球跟芝麻球，而且艋舺夜市这边就有两间是很有名。最近台湾的地瓜球在网络上超受外国人欢迎的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嗯，哇，もちもちカリカリ，那很 Q 又很脆。那可能台湾人都会觉得很夸张，可是对外国人来说真的是很惊艳的口感。我要两个柳丁汁，一个柳丁芒果。谢谢。台湾真的很幸福，就是水果天堂。那这边呢，不只是各式各样的水果，还有什么红萝卜汁啊、苦瓜，这也是日本没有的。嗯。这个芒果柳丁超好喝，没就一起。我第一次看到的组合，这个价格、这个品质，在日本真的喝不到。华西街观光夜市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，它是很有乡土文化的，然后也是国际间很知名的观光夜市哦。夜市入口处是中国传统的牌楼建筑，沿路上挂满这个红色的宫灯，非常有特色。两旁的店家都是老字号的店家，就连高级餐厅都有据点。那像是广受日本观光客青睐的一些名店，都是在这边发迹的哦。一路走来啊，每一间都好多人哦，而且好几间都是开业好几十年的老店耶。最近日本很流行讲像是爸爸妈妈年轻时候的那种昭和风情啊，我觉得这边的老店啊也很有这种日本的昭和风情的感觉。国际化的耶，一定超多外国人来吃的。哇，这个配料也太丰盛了吧！我从来没有在台湾其他地方看过这么多种料的耶，这也太幸福了吧！いただきます。很特别的是，里面竟然有放九层塔，有虾仁啊、皮蛋啊，还有泡菜，都跟平常的很不一样。
请问这边的话，你们会推荐吃什么呢？猪脚，好多，真的哦。胶原蛋白。哦，我觉得日本人比较不一定那么敢吃猪脚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看到你们有这个日文的标示。那如果是日本客人，他们通常都会点什么比较多？都有啊，都有，也是哦。我看到这个枸杞鳗鱼汤，我也很好奇，是用中药材下去熬汤的，看起来很好喝，因为好像在其他地方比较少看到。对，用药材下去熬汤。哦。这边的猪脚，它的颜色啊，又黑又亮的，一定是卤的超级透。然后我用筷子，你看这样简单的，然后我就剥开的。真的很嫩，而且味道好入味哦。这很特别的枸杞鳗鱼汤，哦啊，好药膳哦，哎，它味道超级浓郁的，不错不错，有种很补的味道。我从刚刚就一直闻到一个香味，超级香的，哎，是这一家这个生炒鳝鱼，超级香，我觉得我不吃不行。完全没有腥味，而且反而有一点淡淡的甜味。它跟洋葱一起炒很搭，而且它的酱料味道都锁在这个鱼肉上面的感觉。我现在来到广州街这边，处处充满传统跟市井生活的气息。这边呢，不只有老字号的摊位，也有新创的新兴美食哦。来广州街夜市绝对不能错过，就是这一家蚵仔煎。它的特色呢，就是会把蚵仔煎煎得黄金酥酥脆脆的。你看它的蚵仔超大颗哎，这个蚵仔都是从东石直接过来的嘛？对啊。哦，都是当天现来这样子，好大颗。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吃这个蚵仔煎了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我真的觉得啊，不同一家的蚵仔煎吃起来都差非常多，很期待这家啊。谢谢，袜子就给我。哎，你看他家的脆皮蚵仔煎，我第一次看到蚵仔煎这么美的，而且听说他的酱料啊，也是老板娘自己特调的哦。沙克沙克，超级脆的，蚵仔煎超好吃，真的不夸张，我觉得这家蚵仔煎是我在台湾吃过我最喜欢的。特别有名很多家哎，然后这一家特别写古法店是，老板不好意思，我要一个清炒茶，谢谢。对不对？我觉得很顺口，很清凉解渴。我对清炒茶很久以前的那个印象很苦，有点喝不下，但是这个不会。我今天已经很满足了，可是我觉得呢，回到家的时候还是会想要吃宵夜，然后这时候我就会选这种三明治，我觉得这个分量很刚好。我本来啊，这个是要当做回家的宵夜，可是我看到它面包看起来太可口，我一定要先咬一口。面包很好喝，现点现做，马上吃最好吃。那里面有鸡蛋啊、火腿啊、小黄瓜，而且也可以用这个手机支付，超级方便的。只有美食更能体验到台北的独特文化，那每一口的小吃都蕴含着手艺的传承。如果你还没有来过，一定要亲自来走一走哦。我们期待下次再一起逛夜市。我是沙酱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记得帮我热推影片，一起推广台湾文化。